虽然天公不作美，天冷又下雨，台北大爱幼儿园的家长们依旧开心带着孩子们出门，而且选择坐捷运为地球减碳。哦，因为老师有宣导，然后搭捷运也比较方便啊，节能减碳，就大家响应节能减碳这样。坐上主播台，了解电视制作的流程，小朋友玩得开心，当然也有机会认识传播媒体的运作。课程上面讲的就是大爱小记者，然后真的到那个新闻台来参观，对，我觉得对小朋友是一个蛮好的经验。我觉得可以上电视，可以上电视很开心。课堂上的内容实地见证，印象是最深刻。主播台的体验啊，还是在那个摄影棚的参观也好，那甚至说是在一楼的大厅，其实家长跟孩子们都感受到很多的乐趣。快乐的亲子活动寓教于乐，也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陈美惠、谢荣祥、蔡永安台北报道。